位中时电子报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海玲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2015年呢是民歌年，没有想到40年后，我们依然唱着这些非常熟悉的好歌，大家又仿佛呢回到了那个青春灿烂的年华。去年2015年呢，我们的民歌列车从台北到新竹，到台中，到高雄，而且我自己呢也办了一场个人演唱会，真的是非常的丰收。而且很兴奋的就是，现在中时电子报呢要规划一个新年民歌特辑，那么这个特辑呢将要带大家一起搭上这个民歌列车，走入校园，并且我们相信2016年呢，民歌继续会灿烂。这土地我已放。将八方离去，地球你不许流亡，这土地我已放来，将八方离去。其实很多人问我说对民歌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记忆哈，或者什么，我想我只能跟你讲说，我对民歌只有一些很深的感情，然后这个很深的感情是很熟悉的，他好像我的亲人，因为他是天天陪在我的旁边的，所以我的记忆呢，应该是民歌给我记忆，然后我的记忆是他反正天天跟我在一起生活了。我常常在 Facebook 上面写，就 po 说，就是爱唱歌，就是爱唱歌，我就 po 这五个字，因为我就是爱唱歌。也许那个歌曲啊不是你非常熟悉的，但是绝对是我最真诚的。唱歌，我的感觉是每个人的方式模式不同，但是我觉得重要是他有内心真诚散发出的那个能量，那个感觉，我觉得那才是唱歌最原始的一个需要呈现一个状态。坚决褪去。
来说，真的最大的启发跟重要的一个转折，就是当时的民歌的运动。所以民歌对我来说，其实在不仅是我的生命生活当中，甚至是我的整个的音乐的历程，其实是最重要的那一扇门。离别虽然在眼前，说再见，再见不会太遥远，若有缘，有缘就能期待明天，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。上帝灿烂的季节。现在在演唱的时候呢，在做音乐的时候，心情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。以前那是工作，所以你会觉得说有那种压力感。可是现在重拾音乐的时候呢，那个感受是，你知道啊，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人生的感激。过海的来看你，为了这次相聚，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，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，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我想在民歌的这个音乐世界当中，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是我们很爱，然后也是很怀念的。对我来讲也是特别有深刻的意义的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曾经非常紧密的交织过。这是多种曲，这是多愁绪，为了偿还你化作红多次切断情，开在荆棘里。你要是该我什么，在某一段前世里，一份前景，一份怜惜，所以今世里不停地寻寻觅觅，于是萍水相依，于是离散又重聚，我心盼望，让前世情缘
对民歌太喜爱了，而且那就是我自己年轻怎么样走过来的。民歌曾经伴随我非常苦闷的学生时期，那个时候听着收音机，看着书本，然后经过了国中，然后高中联考、大学联考，一直到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其实我觉得对他充满了感情。我相信所有人是对他充满了感情。梦想的路上，日日夜夜轻轻叹息，只想告诉你没有爱的地方没有天堂，只是日日夜夜岁月过去，经千万里，我也曾向往，也曾盼望，梦想的路上，日日夜夜轻轻叹息，只想告诉你没有没有人就是以为这个是我们会一直做下去的事情。我们当年都是在校园里面，然后拿一把吉他，然后唱歌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是西洋流行音乐，在那个大时代，像一只孤独的海燕，海阔天空任你翱翔，就带着那句亲切的叮咛和那颗执着的心灵，莫忘了从远方回来的时候要告诉我许多故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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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我觉得民歌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把作家的作品跟音乐结合起来，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又经典又文学的歌。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生活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住那样熟悉的笑容。